主料笋子200毫升，肉片150克，辅料油盐味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所有材料切好备用。锅中放油，油热后放入肉片，翻炒均匀后放入笋子，最后再放入葱段，加入盐味精调味即可。最后再放入葱段，加入盐味精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干笋子一定要先泡发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